照相机。第一件作品呢，就是这个宝座，非常的震撼，雕填云龙纹的一个宝座，清代的文物真迹，皇家宫廷的一个器物。这件作品呢，之所以放在入馆的第一个位置，首先这个是我们国家史馆的袁老先生生前的一件收藏。这个区域呢，是咱们当代的这些近期镶嵌的这个作品，像宝盒呀、长台呀、石盒啊等等，这些都是咱们当代的雕填工艺。这个雕填工艺，它上面所有的花纹都是手工用钩刀一刀一刀刻出来的，它并不是说印上去或者画上去，它是用钩刀刻，刻完之后润彩填金，非常具有这个工艺代表性。基本上操作这个技艺的师傅，工龄都要在15到20年以上，才能熟练的掌握这门技艺。所以说，可以说这个是非常有北京地域特色的一种漆器工艺技法。说一下，首先这个制作这个木胎，咱们就不说这个木工里边那个榫卯啊、胎形啊、车削啊等等这些，咱就不说了。木胎制作好之后，木胎它要刮灰，金漆讲究一马五灰18道，这五层灰粗中细将令。五层灰，这五层灰不是说每一层就刮一次，要刮3到4次，甚至5到6层，器物大的7到8层都有可能。每一个刮4到5层，你想啊，这个5道灰。这就20几道灰，每层都要逐层打磨干燥，灰层做完之后，磨完之后，最后是做7层里面我们底漆、面漆、成活漆、飞光漆各种的这个层也是4到5层，等于是要刷20-30遍的漆，基本上一般的件儿。漆器的彩绘啊，它不同于别的其他的，我们像那个纸绘画那种啊，或者油画啊，它是在纸啊或者画布上以各种的这个颜料堆叠绘画啊。漆器我们也其实也是画，但是我们是以漆为目，辅以天然矿物颜料混合之后，像这个叫平金开黑的这种工艺，您看到所有的黄色的有颜色，或纯金金箔贴纸而成的，这些都是纯金金箔贴纸，它并不是说染的。很多人一提到金漆镶嵌，都说啊，金漆是不是金色的油漆啊？真不是这样啊，金和漆中间要打顿号，我们的名字金和漆要打顿号，这个金指的是什么金箔呀、金片、金肤啊、金粉啊，各种的这个金的这个材料。漆是一种天然树脂，树割取的一种枝叶，所以说金和漆它并不是简单我们的印象中啊，调金色的油漆我就刷去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大家看到啊，这个盒子啊非常有意思啊，造型很饱满，圆圆润润的，很多人都说哎，是不是这个蛋糕盒哈、啊？这其实不是啊，这个不是一个食盒，这个是一个玩具箱，皇帝的玩具箱。这个呢是装这个扳指的，古代的时候装扳指，扳指是一种射箭的辅助器材，最开始啊，后来逐渐演变成这个身份和地位的这个装饰饰品了，有点像咱们现在清朝人看待这个扳指，尤其是帝王赏赐啊，它有点像现在咱们获得这个军功章一样，你很勇武的时候皇帝会赏给你一个扳指，弓马得天下的民族嘛，会赏给你一个扳指，很具有代表性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皇帝他自己本身，尤其是乾隆皇帝嘛，他也很喜欢收藏这种东西，各种的什么骨角、玉、金、银，各种的竹雕什么的，各种的材质的扳指放在这个扳指盒里，很精致。对，咱们看完刚才那个扳指盒之后呢，咱们再看一下这件作品。首先不用多说了，这个黑色的这个带金色的这个贴纯金金箔的，叫红金开黑，刚才给大家介绍过。这个画面呢是乾隆大阅西洋人老师您画的，这个画也是互联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很有名，大家一看也都能认得出来。这个作品呢，我们是进行了2次创作，我们是以漆进行的这个铜漆的绘画，所以说而且我们用了一定的这个磨漆工艺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面呢，像是油画，但是它那个层次肌理感呢就更加深了，很有这个工艺代表性。然后咱们看完这个之后呢，这件呢就是咱们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漆画了。传统的这个漆画呢，青绿山水啊，这两年这个青绿非常盛行啊，尤其是这个千里江山啊大火之后，感觉这个一下就成了中国画派的代表了啊，也确实是颜色很讨喜，色彩又好看，
您可以看到近处的这些山石其实是有一定厚度的，这种工艺叫堆骨。远处山石是平整的，所有的画面都画上在纯拼金箔之上。现在这个漆台上满贴纯金金箔，然后在金箔之上以漆为墨手工绘制，漆是没有渐变色的。所以大家看到，您看到那个山，这个山您感觉到它是有渐变的，所以这个渐变需要这个大师手工绘制，一般需要7到15层才能画出这个渐变，由浅到深，一层一层的把颜色画上去。这个中间还要对画艺有所理解，还要参展等等各种技法。您看到所有的房子。房屋建设中，台楼阁那个窗棱啊，这些房脊的位置上、啊、都有这山上花样。其实这些镶嵌都是天然的贝类，螺钿镶嵌工艺，很具有工艺代表性。这个作品呢，也是我们北京市一级工艺美术大师胡鑫大师的这个作品。胡大师从1940几年了，胡大师的作品也多次出现在这个国事接待活动中啊，非常受到这个各国领导人的好评。满宫，而且这个里面最绝的一个地儿不光是这个，您看这儿有闷仓，这个古代就被称为保险柜了，因为这种东西在古代不是说主要是衣服为主，它主要是放书，这个书籍字画呀、啊、古玩珍宝啊，像这个闷仓那个暗格里就放最珍贵的东西，藏起来不容易被发现。这是当代，我刚才在开馆的时候，我刚才从那个进馆的时候，我跟大家介绍过啊，咱们这个里面量最大的还是当代的金漆镶嵌的这个工艺作品，并不是说我们收藏了多少这个清代的文物陈列，什么空间记录是收藏，做的真好。但是咱们那个馆里展出的并不多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这里边，你知道慈禧有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慈禧有一个那个红漆大那个大衣柜，我在故宫的时候见过。是属于这个带货带放的一个大型屏风，和刚才那个开药方法那个屏风的这个工艺技法、啊、几乎一样，就是造型上有所区别。我们的这个工艺美术大师呢，就把这个碎裂的石片摘出来，然后呢。嵌入这个彩绘好的这些画板，画的这个彩绘的画板，既修补了这个作品的残缺，同时按我们过去的按我们的说法叫老物新作，就让它焕发了新的生命力，所以说非常有意思的结构。我们的名字叫金漆镶嵌，一共4个字，这个镶嵌就占了2个字，顶金漆镶嵌半壁江山的工艺。这个工艺呢，又被称之为百宝镶嵌，就是使用各种名贵宝石。当然，这个一百的百字是虚数啊，它形容多的意思。百宝是使用各种名贵宝物，什么黄金呐、啊、那个玉石啊、麻那个贝类啊等等，骨角牙钿，甚至说名贵木材都可以使用。所以说呢，它非常的具有这个观赏性。咱们看到的这幅作品，甚至大量的使用了这个。巴林洞石、寿山石、青金石、翡翠啊、玉石啊，还有这个瓦轮的部分，这个金光闪闪的南海的珍珠贝，然后这些柱子和这个树都是小叶紫檀木雕刻而成，很名贵。同时呢，这件作品大家看到这个人物头脸的部分啊，这个过去我们的规矩是头脸部分都是用牙雕的，牙下牙刻的，但是后来咱们有动物保护禁牙令了，我们就换成骨雕了。我们特意请到了这个北派牙雕第一人李春科先生，老先生今年75岁了，这个牙雕技艺做得特别棒，所以说由他亲自开的独脸。您仔细看一下，标准的清代牙雕人物，做得很棒，栩栩如生。这小那咱们看完那件之后呢，咱们可以看一看这件这些，这些呢都是这个镶嵌的作品，尤其是上面墙上画这个“福寿”2个字，也是咱们的百宝镶嵌工艺学的。这个是宫廷中有身份尊贵人过生日的时候，诺普专门制作用来贺寿用的，上面是皇帝的御制诗。然后这个“福寿”2字呢，这个每个字上面都有这个
小的那个镶嵌的人物啊，一个上面九个人物，二等于十八，正好就是十八罗汉。对，所以它的这个寓意特别好，福寿二字都是皇帝的御笔，加上皇帝的题诗，加上这个十八罗汉来宝镶嵌，然后字满贴真金，非常有工艺代表性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旁边这件作品啊，在这个众多的镶嵌作品中，这件显得就是略微的器型有一点小了。首先这个作品呢，它的这个大家可能发现，我们很多包括那个柜子，还有那个红的，您会发现那个漆器上面有细细密密的小裂纹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怎么出这个裂纹的，它是不是坏了吧什么的，这不是技术原因啊，这是我们的一种传统的这个工艺技法，叫断纹工艺。金漆我们有四种断纹，撅烤晒颤，这四种断纹呢是我们的这个绝技。这个工艺据说清乾隆时候皇帝非常喜欢，让刘武去研制，给他做在家具上，晚清的时候绝了，没有这个工艺了。然后我们的这个国大师柏留烟先生和他师傅庞真老爷，他师傅一百多岁，两人一起联手恢复了这项技艺，现在是我们金漆的这个不传人秘技啊。这个大家可以明显看见，这件作品它上面这个裂纹不太一样，像花朵是吧？这叫梅花段。这个普通这个柜子的裂纹的这个成功率啊，大概在3%左右，这个是3%。对。所以说这个寓意非常好，而且这个工艺很高，看似无奇不有，其实它那个内涵非常好。然后这件作品是我们的镇港之宝宝具，今天在立包厢工艺制作而成。这个九龙壁呢，它比较有代表性的在于大。对，这个作品它的年代大概是在60年代，它是当时咱们中国的朝会的时候。拍摄就对，拍摄。欣赏这种工艺，可以说是最受海外欢迎的这个漆器工艺种类之一哈。为什么我们叫它刻灰呢？您看到我们这个，它是在漆层之上进行雕刻，用刀刻穿漆层。我刚才在那个胎体结构上跟大家分享过，这个漆器漆层之下它是灰层，灰层之下才是木头，对吧？我们是要刮灰的，等于它是刻穿漆层，刻漆刻灰层，在灰层上留地儿。有点像咱们印章的阳刻，就留出线条来，形成这个花纹和图案，所以这个郭玉敏大师这些老艺人们就称它为刻灰。然后刻完之后润彩填填灰润彩，然后钻桐油固色。大家看到这幅作品啊，非常有意思，锦鸡锦绣前程白鹭，上面有繁花一路荣华，整幅屏风满是花鸟，这叫锦绣前程一路荣华，万花献瑞。这个是故宫馆藏的这个文物的这个复刻，非常具有代表性，很具有这个皇家宫廷的这个风味。图壁有一笔吉祥，传达了这个宫廷器物和一般民间器物的不同。对，然后咱们往这边走，大家非常具有这个民族风味。这个东吴，你一看就是唐朝民族装那个奶茶、酥油茶的。这个您看，这是矮小的这个，这是朝鲜族的这个朝鲜族小柜。然后包括后面那个罗定镶嵌的这个大柜子，这也是朝鲜族的贝壳镶嵌嘛，全是各种的这个贝壳，五颜六色，非常的漂亮，很华美。贝壳是什么？贝壳都是贝壳，所有的都是贝壳，鲍鱼壳、珍珠贝，那个各种的贝壳，夜光螺等等等等，种类不一样，全是贝壳。然后呢，您看到这个就是色。咱们看一下这个呢是咱们的国旅作品，这个2014年的时候送给外国元首当做这个礼品的。这件是平津开飞百寿桌，为什么叫百寿桌呀？这是不光是上面画的这个
养活动物。您看它这个桌头素腰100个寿字，而且这个非常有意思啊。这个作品首先漆器呢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，咱们也是最先使用的这个漆的民族，咱们可以说是漆的发源地。同时呢，这个传统文化加上这个奶寿字，它又代表着中华5000年文明的传承，所以说这件作为国礼呢是很有代表性的。而且这个桌子是半圆，很有意思，打开之后是两个一半合在一起才是圆。这个作为国礼送给国外呢，这个东西半球呢，大家都知道可能这个平等的、平等团结的，所以它的意义非常之好。然后咱们看到的这些中间的这个玉石镶嵌这首诗呢，其实就是这个台湾的首诗。这个太好了，这个。说三个老人互相配酒，配酒说我这个多大岁数我也记不住了，反正我少年时候，我盘古是好兄弟，这盘古开天辟地嘛。然后第二个说，那个我是每见海水变桑田，往屋里扔一根树棍儿，我现在十间屋子的树棍儿。这第三个一听说你们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就没不能不吹高点赢不了你们了。他说这么说的，他说我呀爱吃蟠桃，我每吃一颗桃，我吐这桃核，现在这桃核堆得跟昆仑山一样高。大家知道这个桃蟠桃，它不是说这个多长时间，它是10000年熟一次嘛，对吧？等于他10000年吃一颗，然后吃了跟昆仑山那么大。这样肯定互相说，所以说这个故事它就是寓意这个长寿和健康嘛，这也是咱们中国人所最为追求的。所以说呢，皇家宫廷题材民间生活中经常能见到这个海雾天城，很具有代表性。对，然后咱们可以在这边是我们博物馆的这个文创区，大家可以在这稍微休息一下。对，这是一个现代性教育，非常有意思。刚才很多人说啊，咱们这个结婚嘛，做完这个婚房，这还有写标记啊，嫁妆都备好了，下一步该干嘛呢？得把这个新娘子接回来了，对吧？这个接新娘子肯定少不了这个东西啊，这个花轿，那个里边是空的，对，它真正过去书架里边放一个凳，对，放一凳，轿凳。然后那个您从这儿正面您可以看那轿顶，就别的不说了，看那轿顶那斗多高，而且标的有多棒，侧面您看不出来，您从我一个正面，从这边的位置正面看，这从这儿先雕刻的非常之精美。这个轿子所有的这些雕饰啊，还有这些贴心装饰也是非常的华美的。很多人都说这个轿子是谁家的啊，我跟您说一下，这个古代的时候这种花轿一般结婚很少自己做，大多数还是以租赁为主，和现在很多婚礼公司差不多，就是租一个婚轿。因为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古代是吧，我是大户人家是吧，三妻四妾，我娶很多媳妇，我自己做一个不行吗？这个中国古代的时候，中国从古到今啊，我们实行的都是一夫一妻制。那很多人诧异啊，不可能啊！我看了很多影视剧作品中的娶好几个老婆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其实他的是，咱们应该准确的说是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。这个只能用在大婚的时候才能用，就过去纳妾的时候是不用说这种八千两百没有娶啊，是吧？但是没有这么多礼仪的。而且很多人为什么是等级制度上面也是不允许的？为什么是这么按咱们过去说叫余制啊，超越制度啊？为什么有这种事儿呢？这个就是古代的时候啊，这有一个传说嘛。这个宋高宗的时候，他当康王的时候，有一次被金兵追得急了，落难了，在江南地区啊，被一个那个村姑所救，很感动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现在这个身无长物啊，逃命期间，一旦将来我飞黄腾达了，封你护国娘娘。”然后就行，他就第二天早上，他这个哑巴伤他就跑了。后来呢，等他真的当了皇帝，飞黄腾达之后呢，很多年以后，他想起这个事儿了，他就派人去寻找这个村姑。但是呢，这个村姑因为已经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容颜已老了哈，就不想再见这个皇帝，他就躲起来了。这皇帝也很感动啊，说你看我也没报答成你，这么着吧，我给个恩典吧，这个东南地区所有女子出嫁的时候，准赐半副銮驾。这个銮驾是皇后才能用的仪仗，准你半副銮驾，所以说就是你可以用级别很高的轿子，雕龙画凤啊等等等等啊，这样以报答这个女子的。同时就是咱们古代的时候，那个官员出行大家是要让路的，让给官员出行的。但是这个在东南地区所有官员遇到结婚的时候，你给婚轿让道，是因为他是那个帝王所赏赐嘛，所以有这个非常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在这里边。写这个床
哎呀，我操，这么矮呢？这老爷也太不过去了吧？是，你要以前在家里整一个，你这是属于那个啥？叫杀头杀。反政府？什么杀什么杀头灭九族啊？就灭九族来的，像现在这个政和，就觉得他没写吧，是政和吧？看着像，就是所有大将军里面都有胡子，就政和没有。我觉得政和这个梗用的最好的就是周星驰。哦，这个四进八步。你看这还有窗户呢，你说这丫鬟在这边上坐也挺憋屈的啊。金漆木雕百宫桥，四米二乘一米乘两米七。哦，这个是金漆镶嵌艺术博物馆。就是金和漆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就是金还可以给跟玉在一起吗？